孟庭苇老公博离婚，低奶燕青倒奶相挺。哎呀哎呀，头发好碍眼呢。对嘛，这才想到嘛，是说有人关心他在写啥吗？来自香港的低奶女神张暖雅可不只会写书法。打碟好棒棒啊，都是低奶转移焦点啦，人家今天是来台湾签约的。张暖雅曾在一路向西等多部情色电影表现优异。这是美女朋友，我这边就是球好啊，大小红土，师哥啊师哥啊，被孟庭苇老公张志鹏相中，潜入自家经纪公司。听说台湾很久都没有下雨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次台风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今天带过来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觉得好嗨哦。你喝懵了吗？带来台风不是好事吧？不过他很识相，知道帮老板，也就是传出和孟庭苇离婚的张志鹏说话。暖雅，有听说张老板婚变的消息吗？哦，其实我认识那个我老板，并不是很久时间哈。我看到的跟我听到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听到的都是很好的。在台下盯场的张志鹏驳斥，夫妻俩只是吵架没离婚，因为他之前的员工和大男方很好，认为大男方狭怨挑拨他们夫妻感情。我要告大男方，我觉得他就是在给我转移焦点，在找麻烦，对不对？两个夫妻不会吵架。大男方则表示不做任何回应。苹果与浪漫还是来看美女简单多啦，报道。